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习气啊，就是我的习气。我因为在佛学院上课上惯了，到上头就讲课，拿着课本，没有这个做意识的习惯呢。这种生大作，前头要做这个意识，我这些年来大概将近十来多年了吧。都在佛学院上课，拿着到课堂就上课，没有还做一个佛事啊，我没有这个时间。对，这是惯例说事啊，习惯思虑。所以我们现在学占察轮啊，就是要改变我们习惯思虑。对，我们是习惯思虑是生死的，不是了生死的。那么把生死的习惯改成不生死，说轮相所现的数字就是我们心里所要求的，你想知道什么。对，你想请一个人，请到请不到。对，说你请的人或者你召唤一个人，人家不来，但是你希望人家来，你等得很着急。那你到佛堂啊，请请地藏菩萨问一下子，说我请这个人能来不能来。这里头有几个卦象，例如说从73开始吧，你想请这个人他不得来，或者是你想请这个人他能来，能来现在不得来。75说你请这个人可以在你这儿住，答应你可以在你这儿，你请的人人家不能够住在你这个地方，在别处住了。因为这个卦象就是说，我们要请这个人呢，对我们关系很大，能解决问题，所以你很着急。那你就问问地藏菩萨嘛，请地藏菩萨帮你个忙。对，你一定想请他，人家不来，那你就拜忏呢，拜忏，拜忏，希望菩萨加持。他那人心就动了，就能来了。说你的亲人现在有点有问题，就不得难及，你要打个卦问问，告诉你了，你所关人得难及，不要担心。或者告诉你所关那个人呢不难及，不好。78所观人已无身呐、说你所观的这个人呢身体没有了，就简单说死了。那还有一种，你所观人他已经成道了，成道了也无身，断了烦恼了，证得空体了，没有了，有身就像无身一样的。对，因为例如我们在这个五台山，
在五台山的时候，那小官又来抓一个和尚，抓一个和尚。那小官到这个山上找这个和尚，没有看见，找不到，就问丹方土地，说这位师傅在这儿啊，怎么会不在了呢？他说他现在入定了，就告诉我们，在你修道时候入定的时候，鬼神见不到，见着是空的。说人呢，如果证得空定了，肉体虽然有，鬼神都看不见，等于没有。所以你观的人呢，没有身体了，那种死亡，死亡火化了，身体也没有了。79，所希望见到的人能够得见。说你所求你的人能得到，看得到。那你所求的人呢，不得见，看不到了。81，所听到的话是吉利话，对你有好处的。说你所听到的话对你没好处。对，因为我们在说，就是你现在的听经，听经咱们认为很有利益，那你问问地藏菩萨吧。地藏说，说你听完了没往心里去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你所闻的经有好处，这是举例说了，就是你一般所听的话对你有帮助没帮助。因为你有怀疑才要问呢，因为你要用占察轮的时候，想起这样告诉你，就是你因为有怀疑，你想解决个人对你有利啊有害啊，或者你想求人家办一件事儿，人家肯帮助你不帮助你啊，你都打打卦，你可知道了。就是假使对人家怀疑不是真实的，你不要怀疑。然后84，所观疑为不实，你怀疑的所观这个现象不是真实的，那你就不要怀疑了。就这样。那么这占察轮的所告诉你，就是你因为下不了决定，所以你用用占察轮吧，告诉你，就可以了。八所观人不和合，你跟他呀和合不了的了。对。说第86，说我们做这个一堂佛事，做佛事都想求成就啊，乃至于得到法仪嘛。那你没做之前，你打个卦问一下，地藏菩萨告诉你，求佛事当得怀，或者你拜忏呐、礼佛呀、念经啊，意思告诉你说，你做呀能做到，能顺利，还有想求一种工具，87，所求工具能得到。那第88，那你所求的至圣众聚的时候，告诉你得不到。至圣众聚或者我们要填补一个生活上的或者供佛的供具，说你得不到。第89年虽然得到是很少一点点，满不着你的愿。第90，所求皆当得，说你所求的想得到的东西你都能得到。第92，所求的少得坏。第93，所求的得如意。
如意就很好了。嗯，94所求的数当得。嗯，说你求求的人很快就能得得到，这个包括很多问题了。说你念佛求见相好，或者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或者你念经，嗯，能得到啊，或者我想得到一部经，对，能得到不得到？现在我们在这个台湾没问题，你想求什么经得到到？对，我在大陆想得一部《普贤恒愿品》，我在监狱出来，我想得一部《普贤恒愿品》，很简单吧？我找了两三年，没有，得不到了。大陆经书没有了吗？没有，多得很，封到庙里的藏经楼，不许人动，谁动就犯法，谁敢开啊都封上了。就想求一部普贤恒愿品，很简单，那时候大陆上求不到。一到79年、78年、77年前头，80年开放之后了才能得到。咱不要认为很简单呐、啊，有时候很多事情啊，不是人的意料所能得得到的。所以这些个卦呀，就告诉你，你想那时候得不一部占察经，我再想学学占察轮，是一部得不到，有没有呢？有啊。所有这些个都封闭在那个福建泉州开元寺。以前我们那所有佛具的，这个是弘一法师原就在开元寺，所以弘法师一些东西全部冻结，一样的动到就犯法。那到80年开放呢，就有了。说一切事物咱们看到很简单，到时候变成很困难。嗯，对。所以到那时候你一打卦，连这个打卦的本子也没有。啊，就连这个占察扇的也往轮啊。啊，我知道弘一法师做的很多啊，当时都得看似疯死了，想拿一个都得不到。后来我在美国，我请圆桌法师想方设法在开元寺偷盗出了一副，给我寄到美国来了。说看着很容易的事儿，到那个时候你没也远远得到了。所以我们看着法很多很多，印也可以印，到那个法灭的时候啊，你想得一部经啊，没有了，这叫自然的。所以咱们当你没到那个时候，你不相信。现在我拿着经啊，你想买一部、100部、10000部都买得到的，你能给找得到。嗯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一部也找不到。因此啊，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说给我们是个卦象啊，说是的卦象。大家不认为这很容易吗？怎么会没有？不然，有时候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说你要求的能得到，你要求的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啊。你所求的不但得不到，还有损失。你所求的吉祥。啊，你所求的，你所受的是苦。你不要求了，求要受苦，就这个意思。说你要想求个东西，问问地藏菩萨，我求得到得不到？地藏菩萨告诉你了。